今天晚上在公司加班回来有点晚哈、啊、回来以后啊都一点半了，看到我女朋友啊搞了这些瓶瓶罐罐，说是为了中午给我送饭的时候有健康的咸菜啊，所以自己腌的。嘿嘿，热爱生活哈、啊、就应该这样，愿意捣鼓啊，说明热爱生活。